指纹识别和智能手机接入是当今自行车锁的流行趋势。融合这两项技术的 ZII Lock 将在8月6日的 Indiegogo 以实惠的价格推出。 ZII Lock 的生物识别机制能在 0.5 秒内确认指纹并解锁，智能管理系统中可存储和识别多达20个指纹。在连接智能手机 APP 时， ZII Lock 支持点击解锁。除指纹外， ZII Lock 还可以通过临时访问代码开锁。